拿起望远镜到黄金蝙蝠生态馆看金黄鼠耳蝠。大家有看到了吗？没有看到的举手。然后它蹲在那边。走进台西潮间带，用双手触摸泥炭地，亲近海洋生态系。哎，我到了哦，水哦，继续去义务金啊哦，搞奥瑞。周晚间八点，南部开讲在地旅行，跟着在地人的脚步，一起走跳云林，来一趟云林文化生态小旅行。